Rice breaks his bat, loops on toward third. 打击出去，游击方向软弱无力的滚地球，但洛杉矶天使队日籍球员大谷翔平拔腿狂奔，硬是用速度拼出一支内野安打。So quick, Otani gets down there. Gurriel unable to get the foot back down on the base. 美国职棒洛杉矶天使对上休斯顿太空人系列战最终战，大谷翔平展现出了二刀流以外的惊人实力，用速度帮助球队进攻。There goes Shohei, breaking ball out toward left field. 二局下，大谷翔平被保送上垒。下一棒 ，Kinsler 一棒敲出二垒安打，一垒上的大谷飙速直接冲回本垒，拿下天使队的第一分。七局下，大谷翔平的内野安打更带起天使队的攻势。大谷翔平四打数一安打一保送，虽然账面成绩普通，但却是帮助天使以14-5大败对手的关键。2-0 from Verlander.Otani throws this one. 大谷翔平其实不光打击好，还真的很会跑。22号对上太空人队赛扬强投韦兰德，他偷点触及，虽然没有成功护送队友，但从本垒到一垒只花了3.82秒，冲垒速度之快，更刷新天使队本季的纪录。能投能打，跑得又快，大谷翔平在球场上展现的天赋和全能表现，真的让人不敢置信。三立新闻为您报道。